我是干翻列车长，来，2009年12月22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，11点46分，出发的是4137次，因为烟线刚好受零了，用509签了。拜拜，龙泉面干嘛咱们都做掉我们垃圾工程。4137次将烟线康受领了1509千的四辆硬变组1500千的在特别站实力有，这个感觉难得点。说虽然这次蓝皮普快先行退出正班营运要拿去改造，但其实500不知道还能撑多久的。啊，赶个子就拿这件。